谢总，你看这个鱼竿。鱼竿不是这么拿的，姑奶奶。啊，可以的，这竿可以的。可以也不是这么拿的，鱼竿是这么拿的。这个是我们的黑坑竿，是吧？杰爵12H 的，寻龙2.0版本。然后它是这样的钓鱼，你一定是没怎么钓过鱼，对不对？那头也可以拿，挺硬的。我知道硬，真的很硬。然后呢，这个黑坑竿有6H，有8H，有10H，有12H，还有15H。15H，对了。然后呢，黑坑竿不管你什么样的鱼情，它都能满足。7月31号，我们这一款即将要上市了。然后呢，价格呢？价格，你能猜得出来吗？价格应该是打破黑坑竿里面的一些底价，啊，让所有人玩黑坑竿都能买得起一只好的鱼竿。7月31号，是的，晚上7点钟，我们不见不散。